羽球，马协证实李宗伟在台治疗已确定亚运顶替人选大马。拿督，李宗伟因呼吸道系统疾病持续休兵。最新消息指出，李宗伟确实在台湾接受治疗，但并未提及他目前的状况。李宗伟是禁赛前夕爆出因病缺赛，当时就有媒体报道他已飞往台湾治疗，虽然事后有人澄清这是假消息，不过根据马来西亚羽球协会主席 MOHAMDNORZZKVII 近日受访证实消息无误，只是养伤状况现在还无法对外说明，得待几周后才能公布。李宗伟退出世锦赛后，世界排名39名的刘国伦打出惊奇，一路杀进南山四强战，最后以铜牌坐收，这是马来西亚自李宗伟和黄宗翰后第三位能够在世锦赛夺牌的选手。随着李宗伟决定无法出席亚运，马来西亚羽球协会也决定推出刘国伦应战，亚运比赛时间为8月18日至9月2日，地点在印尼雅加达和巨港。